尘多杂念，不管
正啊，老公啊，忙得好好好。哦，老公养多出钱，家家忙我的好奈何。围着围着围着边，人我一个人，你那么厉害。讲到那个，好厉害，大河来，把你弄么厉害。上下上下公公弥陀想起人的苦相片，而且去养多不会定啊，望到这边望这边，望到这边，你想是美，你想不忘嘞，你莫你那么，你个你的，你的爸，你的奶呀。在眼前，一刻
哦，姐大妈起来到这边参与这个魔法会的时候，等下每一个人有爆发会的，你们都可以给关帝做加持。功德也回向给你们的英灵、动物灵、海陆之灵，你们个人的灵性啊，你们个人本身有一个灵性，就是时常来阻隔你们自己，因为他来到这个世间是要你们修法身，尽量我拜神都好，拜天主都好，正主都好，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们的佛经，要体会整个法会。你到处哪里到法会？也是一样，但是我们这里是关帝来做主，你对关帝忠心耿耿，关帝要我来承担你的业力，你以我借拜关帝来作为师兄们，但是你们的家中的苦难由我来承担，但是你要记得，你必须要把真正的理亏理义去了解关帝，我不是要你们的金钱，我只要你们的良心归心，天心贵在正式的求拜天王关帝，对关帝忠心耿耿，关帝会对你们忠心耿耿的。阿弥陀佛。看那人间净土在眼前，一颗心，一个真，一个人，一亩田，幸福的种子在一念间。睁眼，在双手和时间，我感觉慈悲在蔓延。既然你有缘来到天王真谛佛堂，我真的求你，求你为我而求忏悔，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佛，可以真正天王真谛西方三圣来接引我。我能说让我轮回投胎，但我真正的脱离苦境，脱离苦海，早就成仙成佛，早就能够保佑你们子孙满堂。记得，我不是要你们烧金子多多，我不是要你们供拜多多，我是要你们孝顺你们的长辈父母。记得，我的媳妇，我的子女们，好好照顾家。提醒永不会Thank you.
Thank you.
有缘的众生来放手，一个家庭一个红包给两位师傅，这几十天就是代为你们的祖先供养三宝的，这样今天难得的机缘来蒙山超度法会。